啊！立新，啊，四月来给你送作业了。来来来，四月。不好意思啊，四月。啊，没事，阿姨，我就是来给他送作业嘛。他不是生病错过了返校日吗？我跟他说一下就好了。哎呀，辛苦你了，亲自来一趟。应该。那你们聊。好。照片造型挺别致。你私闯我房间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不许乱看。行了，你病还没好呢，赶紧歇着吧。那你坐吧。还看？别看了，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和我妈说吗？非得进我房间？可以啊，那我就跟你妈说嘛。这个成绩条得直接给你妈好了。别啊，成绩条还是先给我看吧。成绩条、作业还有笔记都给你放这儿了。没事儿，没有你想的那么差。带病坚持还能考成这样，算很不错了。你想不想知道我考了多少分？嗯。算了算了，你这个大神的成绩就不要再刺激我了。好啊，不说就不说了，反正你就赶紧先把病养好吧。这个假期我没什么事儿的话就过来给你补课。你这数学是差点意思。嗯，我今年春节要回老家，我也是这两天才知道的。哦，这是我电话，你如果有什么不会做的题打电话问我就好了。我先走了。谢谢。哎，那就开学见了，同桌。开学见。同桌。